大家都知道，澳白是养殖珍珠当中的天花板，澳白的价格也是其他养殖珍珠不能及的。很多不法商家呢，就会拿顶级的爱迪生去冒充澳白。这里呢，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去鉴别。首先，打开相机的手电筒，然后把所要鉴别的珍珠放在手电筒的光源处。如果光线可以非常轻易的穿透，珍珠的话，那么这颗就是澳白。相比较，我们再放一颗爱迪生在光源处，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，这个时候光源就被珠核所阻断了，这就是一颗爱迪生。我们再来比较一下。